大家好，我是肉命魂魂暗黑破坏神二。那开始之前，一样跟大家宣导一下，防疫期间请大家戴好口罩、勤洗手，出门务必保持好社交距离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，这依旧非常的重要。所以，最近还是会继续宣导啊。那随着疫情的趋缓，我可能开始开场白，可能要稍微换回去，就简单简陋的开场白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圣骑士地狱征程吧。好，那在开始之前跟大家讲一下，我换了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我把装备稍微做了一点调整，对，我把装备稍微做了一点调整，把抗性就是在装备选择上面稍微做了一点调整，然后抗性就起来了。对，因为我之前都是以高防为主，对，那我稍微把防御降下来了，加一些抗性后，我不知道到底打不打得过，就是试试看嘛。然后佣兵的部分换回了原本噩梦模式那一只，就是冷冻冰冻效果的那一个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出发吧。对，希望这一次能够顺利，走吧。至少高抗性的状况下是。没什么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对，那前提应该说唯一的坏处就是我目前的腰带啊没有很好，所以我的腰带，各位看到没？我只能放两排水，超可怜。对，那我们的输出是没有问题的，对。对，我们的输出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输出，我们的问题是在于之前也没有到完全打不过。可是那时候我确实有跟大家讲说，我会做一点调整，因为毕竟这个防御真的是那时候的防御真的是太可悲了，对，太过于可悲。所以我打算做一点调整，对，不知道各位上一集有没有印象？对，所以我私底下，有已经过了几天了，相信大家应该有发现，我这两天吧，我都没有发影片，就是因为我刚好在看装备调整的部分。对，只是现在很麻烦的就是，我的抗性够了，可是我的腰带有点不太行。对，我的水放的量不太够，所以我可能要尽快的弄出一个好的腰带。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太大问题啊。对，我这些装备其实没有特别去刷，对，这是我原先有的装备。对，这一些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些装备啊，都是原先就有的，原本就有的装备。只是我当初选择并不是选择这些装备而已。腰带有点紧啊，水杯，所以水杯没办法背太多。
I can't tell you anymore. Come on, let's go.干直接剩一百多。还好没事，还好没事。
还是很痛。不过我的一抗有50啊，哦，有50已经很高了。对，再低一点我应该直接蒸发了。特别怪兽。目前唯一的坏处就是腰带有点紧啊。多重射击，慢性撑起来真的很有感，因为如果照我原本的抗性来讲的话，刚刚那个情况我直接死给大家看了，绝对死给大家看。对，那个火球多到靠背，那绝对死啊，直接啊，死给大家看。I can't carry anymore.
输出没有问题啊，目前输出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对。啊，实体攻击无效，不会打不动。对，就算冰面，你看冰面冰无效，我依旧复仇砍他依旧有伤害，只要有伤害什么都好。OK， 外部回廊，哎，内部吧，还外部，忘了。原来我已经到第四层了，对，要准备推导安杰的进度了。我还以为我内部回廊要跑外部回廊而已，哎，对，结果我没注意到，原来我已经打到这边来了。哎，推倒安杰喽！
My work here is finished.超酷！我还好，顺利。对，自从换了一下那个装备后，顺利，目前很顺利。那我切过去吧，第二章。来到第二章，就是不接任务的，直接杀去下水道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对，这个任务其实也可以不用解。对，这个任务是可以跳掉的。啊，你不一定要解这个任务，你就直接冲去找宝箱是没有问题的。就是找方块，可是如果你有方块的话，又好像不用，也可以连方块都不用找。啊，不知道啦。对，好像可以不用找，一升级来。
哦。我直接被射死哦！见证还是威胁最大。对啊，好，先一个人探索看看啊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吧。打得比较慢一点而已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。完美红宝石，没错，我要完美红宝石啊！所以刚刚一看到，马上立马回家，对，就跟经验神殿一样，就要回家一趟。走走走！哦，下水道。三楼，
Odin.这里不需要雷看啦，这里除了遇到闪电强化以外，基本上不会有雷的。对，后面圣甲虫的地方才会需要。这里的话就加防吧，放防御的，而且雷的那个雷看的神殿应该时间差不多。来，经验神殿。还好赶上这一波那个精英怪。对。我两波。这样的话算两波。
pray that Atma will rest easy now.那这一集对就到这吧，下一集再继续前进。对，因为接下来如果遇到那个碎石，在碎石那边遇到那个第一个洞窟的话，探索会很久。对，那边炼功洞窟还蛮大的。对，所以这边打算就是下一次再继续探索。对，那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啦，谢谢大家观看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赞加订阅。有什么想看的游戏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有机会我会去玩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，大波波。